我是詹渊，我是卓卓，欢迎收看《全明星运动会》。原本展员是期待我可以当下面的选手，但今天呢，我是站在你的身旁，坐在你的身旁，要担任主播的角色了。是，本来希望呢，这个主角跟他的夫君一同来担任选手。会家庭革命，先不要，先不要。究竟两位同台会是什么情况呢？跑快点，追上他！跑快点，杀死你！好，第二跑道的陈宇速度非常的快，他冲了出来。好期待最后一位选手，替战一次，奋勇冲刺。如果在参加，我真的会爆肝，我可能会是全选手里面压力最大，来自于那个我的老婆。跑快点，我杀死你！如果有机会来这个节目的话，你会想参加哪一队？我加入小姐好了，因为毕竟他们一直输。我去参加的时候，把他反败为胜，那我就成为历史。成功不必在我，但是必须有我。喜爱运动，不爱运动，没有运动就吃不下饭，就睡不着觉，生就快活不下去。运动是运动狂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太搞好，我是詹渊，我是卓卓，欢迎收看《全明星运动会》。全明星运动会第四季在回味了三个半月之后，终于跟大家见面啦！基底全新的阵容，全新赛制。哎，主卓你是全新的主播，没错。原本展员是期待我可以当下面的选手，但今天呢，我是站在你的身旁，坐在你的身旁，要担任主播的角色了。是，本来希望呢，这个主卓跟他的夫君一同来担任选手。会家庭革命，先不要，先不要。不过呢，真的是。第四季全新的阵容，因为我们加入到了第三队啦，没错，非常的兴奋跟期待。更仔细去要猜测另外两位领队的一些想法。你要新加入的，这很烦哎，很爱耍嘴皮子。你基本上就是站在王者的学者浅浅的角度，然后。我这样摸这样，是抓来黄队对不对？哇！应该是要挑战我的记录。你什么记录啊？开刀最多次的记录。